各位新老朋友大家好，我是丽丽，来自美丽的温哥华。我从小就爱美，而且非常要强，我拼命的工作，去希望自己成功，结果忽略了自己的身体。那我的身体呢，严重的亚健康，一次车祸以后让我真正的开始思考，赚得整个世界而失去生命又有何意义。看了中医专家西医专家，身体有所好转，但是仍然还存在着很多的问题。后来呢，我去学了营养学，生活中的两个原则，用爱心做事情，用脑子吃东西，我就开始为自己和家人制定均衡的膳食营养，同时开始有智慧的去选择一些营养补充剂。我的身体得到了很大的改善，我去医院检测，我的各项指标医生说是完美 perfect， 但是我仍然还有一些的问题无法解决。比如说我脸上的斑，我去做皮秒打水光针都没有解决，我得过面瘫，那我经常要中午去睡觉，否则的话我的这半张脸就很疲乏，两边整个就是阴阳脸，那有严重的颈椎病，同时呢我后面的这个富贵包，我经常是做经络刮痧拔罐艾灸，知道我的朋友都知道我超级的爱美爱健康，那我同时也知道美在那条。后来呢也是看到我好朋友的改善，那我就开始八月底的时候开始使用 PQQ 清气片和藻蓝益生菌产品，在半个月的时候让我真的感觉很神奇，因为我的颈椎不疼了，然后呢我中午也不用喝咖啡睡午觉了，一直保持我的精力充沛。精气它能够快速的穿透血脑屏障，而且呢排湿排毒疏通经络，而且靶向型的去抗氧化，还有益生菌调节我的整个的肠道，因为我的盲肠阑尾和切除培养益生菌的摇篮就没有了，所以我每天要补充。之前呢虽然也补充，但是量都没有这么大，这一小袋那却含有11个种群的300亿活性菌，同时还含有藻蓝蛋白、维生素 D3、维生素 K 以及72种人体所需要的微量元素，还有来自深海的软黄金 SOD。 这是为什么这两款产品真的是让我见效那么快。那后来呢我就开始聊凯丽所有的产品 SOD NMN， 让我吃了以后更加有活力，排毒的同时呢能够让我的细胞更加充满能量，修复我所有的生残病老的细胞。我曾经打过干细胞，刚开始打的前半年感觉还不错，但是后来呢慢慢的就感觉又恢复了。这一款 SOD NMN 可以激活我们的干细胞，还有啊 Lifespan 脑力健，它不仅对大脑好，同时它能调节我们的基础代谢，而且空腹两餐之间吃你不会觉得饿。吃了4个多月，我54岁，1米71，从69公斤降到了61公斤，而且感觉整个的皮肤紧致，然后斑也淡了，扎呀拔罐这些钱和时间我真的都省了，淋巴结节几乎快消失，富贵包没了，颈椎不痛了，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的眼袋浮肿也消了一些，但是还没有完全消失，所以呢我拭目以待，我相信会给我的身体带来更大的改善，因为现在我已经感觉自己年轻了10岁。还有紫檀奇焕活饮，凯丽所有的产品能用的我都在用上，因为我相信这家公司，我相信它的高科技，因为真的是在我的身上起到了很神奇的作用，而且在我家人的身上也是这样子。还没有用上的朋友一定要用哦，你绝对会爱不释手。好，谢谢各位。